好，我是 Grayson， 欢迎回到我的视频频道。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视频呢，是一个吃东西的一个视频。这个东西呢，我是前段时间在那个 YouTube 上看到了，然后看到之后呢，我就觉得哎，还蛮好奇的，因为它的名字呢叫做懒人火锅。其实懒人火锅这个东西吧，我没有觉得特别神奇，因为我在小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那个部队的嘛，然后部队的就有那种就是加热啊，免不插电不插火加热那种，所以就还蛮觉得挺不神奇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吃火锅嘛，一个人，就我本身自己就是一个特别喜欢一个人吃火锅的人，然后我觉得一个人吃火锅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人吃火锅特别开心嘛，然后但是一个人吃火锅又特别麻烦。第一个就是你想吃的东西吧特别难弄，第二个就是要洗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特别烦。然后我买的这款，哇好热啊，这个灯。然后我买的这款呢是那个四川麻辣火锅，不插电不用火，一杯冷水吃火锅，别和我比懒。然后它还是清真的，然后它后面有食用方法，然后这些东西都不用看，然后温馨提示请勿使用微波炉烤箱，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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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没的。然后它上面写的是蒸汽的那种，所以如果是蒸汽的话，那它是，我看过很多视频，就是他们吃这个，它是隔热加热型的。那么隔热加热型的话，你就不要把那种比较生的食物，我觉得它里面这些东西啊，可能就是已经就是怎么说，就是已经是熟的了。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吃，它这个是美国特供版，所以美国特供版这个我买的这个蔬菜包里面没有那个香肠，就是我看很多别的人吃的时候里面有香肠。然后这是一个蔬菜包，蔬菜包里面有莲藕、土豆、木耳、鲜笋、杏鲍菇，对。然后这个是一个粉包，我是在那个一个网站上买的，对，就是那个大家都知道网站。这个是牛油包，这个是那个香油，萨斯米 oil 的那个香油。然后这底下这个就是加热包，然后这个是那个隔的。然后因为它没有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叫什么来着，没有那个香肠嘛，所以我自己切了一些午餐肉。它这个盒子特别小，我记得就是我看别人做的时候，他们说这一包适合2到3个人吃，我觉得，哎，我一个人能吃2到3个。然后我就先把这个打开，我这正好有个剪子，我这个剪刀是平时开啤酒的，或者是剪那个假睫毛的。哇好香啊，它真的就是那个，我正好有个垃圾袋，它正好真的就是那个麻辣火锅的那个味道。哎呀没剪开，真的就是四川麻辣火锅的那个味道。和哪一个比较香？你们最爱吃的火锅底料是什么？我最爱吃海底捞、皇城老妈，我觉得都差不多，其实反正只要是麻辣火锅底料我都挺爱吃的。嗯，它这个牛油包特别香，给它全挤进去啊。然后下一个我要放的是这个面，因为我要把面放在下面，它会比较吸味道。面没味道，就是普通的那个面。对，大家是不是特别想看我吃东西啊？哎，没了。它这个里面配了一个叉子，我觉得叉子特别不好用，所以我自己拿的筷子。然后在下面我放的是这个麻辣火锅蔬菜包，我觉得在这里面这个蔬菜肯定已经是熟了的。嗯，没味道，有一点点香香的味道，就感觉已经是加工过了。里面都有什么来着？营养成分，木耳、莲藕、土豆、鲜笋、杏鲍菇。嗯，然后呢，我要把我的午餐肉放进去，应该放不了多少，它这个盒子太小了，比我想象中要小很多。因为我看那个网上其他人吃啊，他们都说是适合2到3个人吃，这个样子就让我很尴尬，你知道吗？然后下面就倒水，倒的是他说冷水、冷水、热水都行，那我就倒一个冷水吧。哎呀，就倒自己觉得差不多就好。倒这么多之后，我先把这个放到正面来。然后这个是那个，就是把那个加热的那个东西，然后就把那个加热的东西打开。大家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给它剪开，因为我看那个评论区里有人说，就如果这个加热包碎了的话，它很容易爆炸，恐怖恐怖，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吓人？哎呀，我有点害怕啊，我该怎么办？哎呀，我有点害怕，怎么办？会不会爆炸呀？
这个东西他说放到那个给那个袋子覆盖满就好，然后这个放下去，然后把盖子盖上去，然后他们说就要在这放着静静等个多少分钟来着，15分钟左右，上面写了多久，盖上盖子啊，15分钟后倒入香油搅拌后计时。现在我们就开始默默的等着，咋没反应？目前来说还没有什么反应，也没有什么恐怖的反应。我特别怕它爆炸，哎呀我的妈呀，快把电脑拿开开一点。目前还是没有任何反应，难道是我操作方法错了吗？哎呀哎呀，我开始听到声音了，它有那种嘎哒嘎哒嘎哒的声音。哎，我往这边推能看见，还往这啊，往这边推，给你们看一下。嗯，哎呀，我怕它爆炸，怎么没声音啊？啊，开始有声音了。大家不要去碰它，它特别热，它是那种加热型的。哇，哇，有点感觉要爆炸了啊，怎么办？行吧，那15分钟过后我过来给大家吃，我就过来再看一下，给大家尝一下味道啊，我感觉它要爆炸了，我要离开这个位置。好了，已经15分钟多了吧，大概是15分钟多了。它这个有一个出气孔一直在冒气，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它那个加热包，然后用那个蒸汽把隔热加热，所以它那个里面的那个水啊肯定没超过100度，所以一定要放食用水，或是一定就是不要把那种特别生的肉再放进去，或者是你只能放熟食，好吗？然后我准备了王老吉和冰红茶，闻这个味道还是特别好闻的，但是啊它真的好烫，大家哇好烫，大家一定不要被那个蒸汽烫到，因为它那个口哇还在一直出蒸汽，我要把这个先放在这，它那个口就这个口还在一直出蒸汽，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哇好好闻啊，怎么这么香，如果好吃的话真的是，不过它的价格啊其实说实在不太划算，所以就是如果我在国内的话，因为那个国内淘宝大概卖32块钱吧，但是在我们这卖的就是挺贵的，好像9-10刀吧，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在国内的话可能会买，但是它有一点点油，不过还是挺爱吃油油的东西的，哎呀感觉好好闻，让我先尝一下它的这个，哇好好闻啊，因为我好久没吃饭了，也好久没吃火锅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现在心情比较激动。它这个味，哎呦，指甲，它这个味道就是很好吃的味道，哎，嗯，很好吃，很好吃。让我来吃一下午餐肉。我觉得它上面油太多了，它应该咸味都在下面，我给它搅拌一下，完了冒出来了，妈呀，算了先放在这别管，让我先吃一片午餐肉，这个午餐肉是我自己放的，它应该是从中国邮，哇好吃好吃，它应该是从中国邮过来的，所以就是它里面完全没肉，而且它不是有一个有肉版和蔬菜版吗，它只有点辣，它只有那个蔬菜版有卖的，网上好好吃啊，哎呀妈呀，我最想吃的就是它这里面这个串，大家看到吗，我掉了一个大木耳，哎，这么大的一片木耳，我觉得它这里面最好吃的就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串粉，让我尝一下，嗯，好吃好吃，它不是那种很恶心的感觉，这个藕片它是脆脆的，不是糯糯的，我不知道大家爱吃糯糯的藕片还是脆脆的藕片，我本身爱吃那种脆脆的，不过我感觉它这个蔬菜应该是提前已经熟了的，对肯定是，哎呀我的木耳掉了一块，好心疼啊，嗯，啊好烫，特别烫，大家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但我觉得它真的是，我觉得这里的水没滚，嗯，还好我放的是那个矿泉水，它那个单子上，哎呀它那个单子上好像写，对你看撕开牛油底包上层根据个人口味
倒入半盒纯净水。对，所以就是它这里面这个水应该是不会滚的，所以还是要放熟食进去才行。嗯，我觉得好方便啊。就你想啊，如果就出去春游啊，或者出去啊、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叫什么野营啊，或者是爬山，带一个这个，带上水，哇，简直完美。原来野营只能吃烤肉，现在野营既可以吃烤肉还可以吃火锅，多美的事儿啊！想想就开心。嗯，下次野营的话一定要带这个，惊艳其他小伙伴，让他们眼馋。嗯，这个是什么？笋片吗？哦，吃不出来是什么，应该是笋片。啊，好好吃啊，特别烫，大家一定要小心，而且它很辣。它没有火鸡面那么辣，它不是那种辣，它真的是那种川味火锅的那种麻麻辣麻辣的。嗯，午餐肉是我的最爱。哇，它怎么还有声音在响？会不会爆炸呀？就我买的时候看网上一个评价，就有人说会爆炸，导致我特别害怕它爆炸，烦死了。这是一片土豆啊，它土豆也是脆脆的。土豆相对来说我就比较喜欢吃软软的，但它这个土豆也是脆脆的。这个是笋片，嗯，完美，非常好吃。然后接下来呢，我就要准备开吃了，也不要跟大家讲什么故事啊、笑话啊什么，我就准备认真享用美食。Mirándote, tengo que bailar contigo hoy. Tigua, vi que tu mirada ya estaba llamándome. Muéstrame el camino que yo voy. Oh, tú eres el imán y yo soy el metal. Me voy acercando y voy armando el plan. Solo con pensarlo se acelera el pulso.Oh yeah, ya me está gustando más de lo normal. Todos mis sentidos van pidiendo más. Esto hay que tomarlo sin ningún apuro. 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tu cuell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t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Firma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Sube. Quiero ver bailar tu pelo, quiero ser tu ritmo. Que le enseñes a mi boca tus lugares favoritos. Favorito, baby. Déjame sobrepasar tus zonas de peligro, hasta provocar tus gritos y que olvides tu apellido. Si te pido un beso, ven dámelo. Yo sé que estás pensándolo, llevo tiempo intentándolo. Mami, estoy dando y dándolo. Sabes que tu corazón conmigo te hace bam bam. Sabes que esa beba está buscando de mi bam bam. Me prueba de mi boca para ver cómo te sabe. Quiero ver cuánto amor a ti te cabe. Yo no tengo prisa, yo me quiero dar el viaje. Empezamos lento, después salvaje. 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Cuando tú me besas con esa destreza, veo que eres malicia con delicadeza. 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啊，我已经吃完了，然后我喝了一个加多宝，喝了一个冰红茶，它真的特别特别辣，特别特别麻，就我现在一身的汗，再加上这个灯烤的。然后如果你不是很能吃油的人，我不建议你吃，因为它有点油，而且它那个汤啊是那种类似于勾芡那种很浓的汤，不过它这个底料真的挺好吃的。嗯，我觉得大家好奇可以尝尝，然后或者是你出去玩啊，像我说那种野营啊，真的带一个还挺好的。我现在就是真的就是太辣了，我已经不行了啊！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如果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给我点赞，如果还没订阅我的视频频道记得订阅我的视频频道，记得关注我的 Instagram、Snapchat 还有微博，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接下来想看的视频内容，我们下期视频见喽，拜拜。